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妖界与灵鸟。这个已经来到了八峰的第四层了哈，八之四之一之一，妖界与灵鸟我们也是用这个圣达队来做一个通关的尝试哈。不要问说百姓为什么 感觉很虚弱哈，的确是很虚弱，然后现在。这个冲关卡其实不难，问题是你要冲关卡的，关卡资讯也要出来，这才是难的。反正其实石头灌下去就出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压抑，为什么有些玩家速度很快，非常快？基本上所有关卡在八峰来讲都可以吃石头通关，都可以。当然你要基本的卡牌啦，不可能说吃100颗来这边打那个一两滴的。这边我们就先做突击的动作就好了。赶快突击，赶快这个出招哈！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魔力召唤了，魔力召唤之后打起来每一关就蛮轻松的无视控制，防御力非常高，防御力非常高，但是无所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防御比他还高是不是？一三还有一三高比较轻敌基本上，3到5 combo 的水准就可以了。所以看百姓打得很轻松，那是正常的。百姓要求就是不要太大压力，我可以给一点点压力，不要太大因为你要很大压力，有玩游戏有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怎么讲，就是玩得开心嘛。所以尽量会找就是让大家可以轻松打的队伍。当然你没有这一队我就没办法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运用手中的卡牌发挥最大的效益。那我现在手中的卡牌既然有这一队，那我当然是用这一队发挥最大的效益。我26滴血怎么打那么久真是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再下一关这个召唤小怪然后旁边的防御力还 OK， 还 OK， 那我们就大略的省一点点时间，好不好？这个18万的血量，应该是灌得过去关过去了接下来是这个，哇靠，看着开元晶好了。84万，我想要开一下大圣。
不然应该灌不过去啊。嗨，还真的灌不过去，漂亮的灌不过去啊！打到剩一只，灌不过去，我们就要重新储 CD 了哈。哦，指定中间那一只，因为我要储 CD。杀掉右边那一只，他一次到两只，对你来讲这个负担会比较大一点。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在这边做一个储气哦。哦，因为我们刚放的技能都还蛮短的哦 ，CD 八的这个还好，一下就可以骑回来了。一下就骑回来了啊！那一样是开这个毛汤机，再加这个露娜。哎，露娜先不要开好了，有一点小小的风险。看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开露娜哈。原因我看你没有开的必要了，一二三四五颗而已，有啦，多一颗了好不好？哎，我们何不用天雷战场？对，用天雷战场还比较实际哦，把技能全开，六关风化腐蚀哦。做一点攻击出吧。哦，打那个属性相克那一只，把一只干掉之后，你就会轻松很多了哦。然后与其留他在那边，就直接把他撞一撞嘛，因为这不扣血。好，不扣血就撞。好，转多一点，我们这个打起来会比较快一点哦。两颗我都没削到，有趣了。剩一颗而已，还好。
好，这个已经有点转到有点哦手无伦次了哦，在转什么都不太知道了。哦，由于下一关我们需要爆发啦，所以这边我之所以不开爆发是这个原因。这个呈现一个算是安静的状态了呢。接下来越战越强劲哦，这一支200万，哦200万的这个血量哦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跟他玩一下哦。CD2 啦，主要是 CD2 的关系，所以我可以跟他玩。CD1 的话就不能这样玩了，这样玩就太危险了。水珠太多，先把水珠清掉。木珠也蛮多的哈，这个火珠也是用不到的。现在应该是可以爆发哈，开露娜，然后加上这个大圣，威力比较够了。加大声威力会比较高。哎呀，虽然说没有跌得很漂亮啊，不过倒还算可以接受了。狂暴哈，哇，变黑了呢。五回合内攻击力大幅提升哦，那我们就是趁现在露娜的状态还在哈，啊，对，我们不用天雷哈，那所以就是逼我一定要转光暗转换的，好，不能用天雷无所谓哈，我们还在战场上，哦，照边呐。这个 combo 还是把它切开比较好。好，来吧。来吧。好啦好啦，300多万一波带走 KO 哦，让他没机会狂暴哈，因为他狂暴我们就受不了了。
好，以上这个8支、4支、1支1，了解羚鸟的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